七夕脱光好难，林志玲七夕与家人凄惨同度。同样属于大龄青年行列的还有台湾女神林志玲姐姐，她与马桶小开邱世凯的恋情早已经画上句点，单身的她只好寄情工作。近日她现身东莞出席艺术先锋跨界之夜，一身紫色露背长裙亮相的她刚一现身立马吸引现场粉丝眼球。七夕情人节到了，不知道身为女神的林志玲又会在这浪漫的节日中怎么度过呢？应该来不及找一个另外一半一起过。对，七夕目前会回到家里跟家人一起。对，乐翻天综合报道。